你们拉的年纪最大是可以做到几岁？最大39就差不多了，像已经就差不多了。哪一类工作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？哪一类工作就很辛苦？大家想要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可以展现出我气质的那一面。制服癖，制服癖，一定要制服这个部分。你爱制服。陈思雅做的叫做《当偶像失业时》，他那时候从 AKB 离开了。我们未来呢也会有这样单元，但是我们会叫做了，对，我们会叫《当啦啦队失业时》。小的才刚加入，我加入失业，快要失业吗？总是会有失业时候。你看陈一都30好几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啦啦队年纪最大是可以做到几岁？最大39就差不多了，像已经就差不多了。哪一类工作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？哪一类工作就很辛苦？大家想要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可以展现出我气质的那一面。制服癖，制服癖，一定要制服这个部分。你爱制服。是的，没有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哦，我要上的，哎，他们有你的名字，哎，真的耶，都已经准备好了耶。在顾客关系管部啊，我们第一堂啊会来，我的部分，对，我还要教授就是礼仪这边做一些美姿美仪。对，我相信礼仪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底子，我应该不用太担心。谁是你基本专业的底子？所以我们来我们的丁字部，丁字部，对，哇，很有感觉。那我们的手呢，要放在谁呀？它真的是很适合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指引的动作，我们要介绍环境，哎，很好，45度，来哦，我帮你瞧一下会更好。然后我们的虎口，对，要。哎，四指并拢，虎口打开，对，很标准 ，OK 吗？好，那接下来要蹲下喽。蹲下，对对对，要蹲下。蹲下，我这边，学姐，你来，要蹲下，这样子，学姐。假装这个是我们掉下去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是来示范一下到底要怎么捡呢？来，正常你们会怎么捡这个东西？通常我们学到的呢，都是要侧面，然后压着，这样子。哇，是有90分了耶。少了一个动作，顺曲，然后，我们的就是前后两侧的脚是这样子，然后再轻轻的捡起来。哇！奉茶的话，在马光也是我们福利三宝之一。我们在奉茶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准备的汤品是什么。那我们的功效你要背起来。今天要为您奉上的是我们二珍宝金丽汤，对，它可以固骨质、补胶质的，对女生也很好哦。那所以我的植物就基本上是这些。对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，我们在现场还有，对，在现场，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个贴心小物的栏位。我们的患者他需要这项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及时的给他。可是我们要穿雨衣，我那个要叫车要怎么办？如果需要叫车的服务，我们都可以包办。对，甚至我们马光还有一个就是很特殊的200元权限，你想要帮他叫车，可是这个叫车费怎么办？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权限帮他送回家。这么好，我有听过帮忙叫车，没有听过就帮忙付钱的。我们要来操作挂号的部分哦，挂号应该蛮简单的吧？对呀，我们很常看病的。对啊，那他一进来之后，我要说什么吗？通常可能你在市面上看到就是都会挂号这边，挂号这边请，对，跟你接健保卡，那我们就会要就是一致性，所以患者一进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早安您好，早安您好，挂号这边请，挂号这边请哦。那有需要就是敬礼吗？这样子？哎，是不用哦。好，那如果耳背的北北怎么办？就早安您好，早安阿北。要
很大声吗？你是可以了吗？不用。当你拿到患者的健保卡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插卡，对，然后电脑挂号，嗯，挂号出来之后就会有那个挂号单，对，哦，好，就先带给他，对，跟健保卡，健保卡一起，对，然后就会双手，哦，好，然后放在前盘上，好，然后就给他这样子，然后就请他到候诊区稍坐，没了。对，太简单了。哦，我刚刚说了收钱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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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钱，最重要的部分，最重要的要收钱，钱要收，钱要记得收，对，钱要收，跟你收挂号费一样的。对，啊，我忘记带钱了。哎，忘记带钱怎么办？有如果这种问题吗？我们可以先欠款，然后就欠款，然后下一次回诊再，对，他一辈子不回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只能善用的一个200块的那个，又有是200万，我来这里真的是。说是200块，但其实无上限。有预约了吗？有。哦，好的。来，你可以先喝个茶，罗汉果茶。对，在137，然后去二楼，去二楼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这边。姐姐，姐姐喝茶，姐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，拜拜。好喝的呢，罗汉果茶。午安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看病啊。你有什么病？我最近可能有点睡得不够。我们太操劳你了吗？发小弟少一点通告。发嫂，发嫂，你们总冠军又没打，你累什么？你说陈一跳到昨天就算了，你又没有打到，你又没有跳，我在准备明年的。这么早？我在练习接彩带。他现在已经超了。好了，你那个练习，那个最近那个健保卡来这里。好，跟本人差很多哎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漂亮对不对？谢谢。啊，你没领得不？哎，这什么？喝茶，喝茶。哎，我来。你好，你可以两个一起吗？我是凤汤啊，凤汤啊，不好意思，搞错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这个是罗汉果茶，保养喉咙的。这个甜甜的耶，是你们煮的吗？后台准备的。挂号加快，好，来，西小迪小姐，请到1楼的1号诊那边请。好，谢谢。那小迪，那个我们看诊之前，我先带你去也量一下18点，知道一下你身体的状态哈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好贴心哦。身上有金属物吗？有的话麻烦帮我那些拿掉。那我就拿掉这个。啊，你的裤子有金属物哎，那裤子也麻烦帮我脱掉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就一点点 OK 的。哦，一点点 OK 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跟你本人报告一下哈，那个体重可以消音，身高165，年龄24，体重53.9，53，哇，好兴奋的数字啊！太吓人了，53.9，哎，我骨头很重。那小迪，你今天的数据报告，我们分几个重点。体脂肪啊，我们是18到28为正常的数值，正常正常。对，因为跳拉拉队基本上就是体脂不会高到哪啦，所以还 OK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最近没有季后赛，所以那个体脂才这么高啦。怪你们球队就对了，抱歉，没有办法打季后赛，棒头鸡队。西妹一进去就是这样怪，我也是问号啦。学姐一开始就学这个的吗？哦，不是哎，你不是？对，我一开始的领域我也是护理师，但护理师的工作来到现场是比较单一的，没办法到现场这样是跟我们的患者做一个客情经理。哎，学姐是从护理师转过来的吗？哎，薪水的部分，哦，这个重要，应该比较高你才愿意转吧？这你就问对了，其实，在马光我们这个单位呀，其实落在的薪资平均是36,000，基本就是有36,000可以花。对，可是马光很好，我们有提拨盈余的25%分红给我们的同仁。你一个人25%？
平均分给同仁。我想说哇，一个人拿25%，很多呢。因为的25%是真的蛮丰厚的，所以总total加在一起大概4万-5万，以及还有2个月的年终奖金。啊，年终。对我们的植物了啊，那个显小姐今天服务还满意吗？还不错，我觉得都很好，病都还没有看到，茶就喝了不少。对啊，那接下来就要带你去看病了。好好好，你们去看病啊，我要去那个阳明院区帮学姐送家务那个文件。你还要跑另一个院区？对的。哇，这里院区很多呢。对，我们目前全台湾现在有18家的分店。哇，在筹备中的台北，即将在明年与大家见面。哦，明年要去耶。没问题，那你去一下阳明。好，那我去了，我带他去看病。